10月31日晚，郑秀文在个人社交账号更新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郑秀文在训练时突然开始狂挥舞拳头，不断嘶吼，疑似发泄情绪。近日，网曝许志安出轨黄心颖，黄心颖怀上许志安的孩子，被曝成为郑秀文给力小三后被封杀，无奈躲去美国，还号称是进修。非凡娱乐实时。